我们人顶不住，你带一个排志愿的去。是。戚小月，苏若云呢？在左翼，被鬼子给围了。那为什么不去救他呀？鬼子是想调虎离山，我们必须坚守阵地，顾全大局。好，戚小月，你跟着鲍平安，把苏若云给我救回来。你给我记着啊，如果苏若云死了，你也就不用回来了，跟鬼子同归于尽吧。 怀孕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这不没事儿吗？这次多亏了大哥派人来救我，可能肚子里的孩子也保不住了。是我太马虎了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看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咱们结婚那会儿，那个谁给咱们的？他说。 这个多少能挡挡灾，咱还是带身上吧。嗯，你就不能叫声大哥呀？总是那谁谁的。哦，对了，咱们这次得好好谢谢大哥呢。谢他？对呀。怎么谢呀？改天再说吧。先回家。啊。